leads their battle to destroy the evil forces of the Decepticons, the Transformers. Robots in disguise. The Transformers.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The Transformers.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74集的节目。那今天呢，和各位来分享的呢是目前呢 TFP 系列里头呢人气王中的人气王啊，也就是 Soundwave 音波。那音波呢，目前呢在台湾呢还是属于比较难买到啊。虽然说最近呢有稍微比较容易看见它了，但是呢还是属于一个价格比较被炒得比较高的一个玩具。那我个人呢非常幸运的呢有朋友呢从美国呢送了一只给我，那真的是非常谢谢他啊，再一次跟他说声谢谢。那让我呢有机会呢能够得到这一个大家一直好评不断哦，那不停的呢在网络上呢发表自己的一个把玩心得的一个玩具啊。那提到这个音波的话呢，我们不免呢再从 TFP 这个卡通里头呢稍微的聊一下这个人物吧。那不得不把它跟另外一个人物相提并论啊，那就是密卡登的另外一个副手 Starscream 天王星。那或许呢大家会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不是跟密卡登来做一个相提并论呢？那是因为呢我个人呢在看了 Transformers Prime 这个卡通之后啊，我个人觉得这两个人物之间的恩怨纠葛可能比密卡登跟音波的纠葛还要多。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呢在领袖之证第一季里头呢，天王星呢有两度的机会呢可以除掉密卡登哦。那第一次机会呢是在一个大爆炸之后呢，他呢差一点就可以杀死他的老大密卡登，但是呢因为被音波的手下激光鸟发现而丧失了这个机会。那第二次呢是在决定是不是要让密卡登从此安乐死的时候呢，我们留意到一件哦，就是呢我们的天王星呢他是一直说服音波是否答应让密卡登安乐死。那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哦，那就是呢如果音波不点头的话，就算杀了密卡登一样无法得到整个狂派军团啊。也就是说呢狂派呢是不是能得到狂派必须要音波来点头才行啊。那或许你各位会觉得说，那为什么第一次的时候在那个大爆炸的时候为什么可以除掉密卡登天王星那个时候有准备动手呢？那是因为那是一个意外，他可以制造出一个密卡登死于那一场意外的那个假象。而在第二次的机会的时候呢，那是一个密卡登已经在狂派的医护室里头了，那个时候呢就不能够说那是一个意外造成密卡登的死亡，必须给他一个冠冕堂皇的死因啊。好，那又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物叫做黑寡妇啊。我们知道黑寡妇呢在第一季的这个后期呢，他也试图呢想要得到狂派的这个领导权，不过呢那个时候呢他三两下就被音波给摆平了。那音波在摆平他的时候呢，旁边呢有两个狂派的骑墙派人物啊，那就是 Knockout 跟 Breakdown， 就是吉岛跟死火。这两个人呢在看到音波把黑寡妇呢三两下都摆平的时候呢，Knockout 就吉岛呢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会咬人的狗果然不会叫。也就是说呢这两个骑墙派啊，这两个机会主义者呢一直到这个时候呢才见识到说音波原来是如此的深藏不露。那天王星早就知道音波这么厉害了，要不然他早就动手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一直希望呢编剧呢是不是可以在音波跟天王星这两个人之间呢再多做一点他们关系上的琢磨啊。说完了我在观看这个 TFP 的动画的一些小小的心得感想之后呢，我们现在把重点呢回到玩具身上啊。那这个玩具呢是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啊，它的体型呢并不算大，而这个玩具呢在初入手之后果然呢觉得它是有不愧是传说中的人气王哦，质感还有它的一些各方面的表现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那么呢我呢个人呢习惯呢还是先把这个玩具的缺点呢先大略的说一下它的哪些缺点吧啊。首先呢这个玩具呢我在变形成机器人之后呢，对于它后面的这个小腿后跟的这个部位呢
这个部位我是个人觉得比较不解吧，因为在动画里头，因为比较有少有机会看到音波的这个脚后跟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两个部位呢，感觉上就是算是整个玩具的这个设计里头呢一个比较，如果说其他的角色的背包是在背上吧，那这个音波的背包就是在小腿后面了啊，这个部分算是处理上比较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它的缺点呢是这个脚呢，一样是在这个下半身哦，它的这个脚后跟这个部位呢是可以稍微微调的，那这个微调呢是可以方便说它的人物，如果是你要站立的这个角度呢是可以稍微利用后面这个地方来做一点微调的，但是因为这至少我手上的这个啊，这个后面这个稍微松动了一点，以至于说这个人物在站立的时候呢，当然它本身设计上来讲，这个脚底板就是比较单薄一点，人物的这个角色要站立的话呢，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不是很稳吧啊，这算是它的一个下半身的第二个缺点呢、啊，那当然，缺点的第三个呢，还是在它的下半身，就是这个腿部的可动性来讲是比较差一点的啊。这个腿部来讲呢，除了说这个大腿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黑和蓝这个地方是可以转动之外呢，膝盖只能微微的小小角度的一个移动之外呢，就基本上腿部的可动性算是比较弱了啊。这个呢，缺点呢，基本上都集中于它的这个下半身了、啊、那扣除这个之外呢，坦白说这个玩具呢，我个人就比较挑不出它什么比较大的一个毛病了。那整个呢外观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这个外观来看呢，第一高度还原了动画中 Sideway 的一个样子，配色上面完全是正确的啊、哦、这个还有这个单薄的一个体型，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动画里头呢，那个这个音波呢，他呢经常啊、哦、就是会跟狂派的这个飞船里面的那些边边角角啊、转角处啦、啊、或者是一些阴影处，经常呢他会跟这些阴影呢融为一体啊、哦、然后突然就冒出来啊、哦、那这个单薄的身形呢就是几乎了啊、哦、就是在显示出说他是一个尽量让自己属于一个让人家不容易察觉到他，尽量降低自己存在感的一个角色哦，这一点，这个形象上，外观这个整体形象对动画的还原非常非常的高分数啊、哦。那呢，它的第二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呢，是它的人物呢，即使我们翻到背后来看呢，也不至于有像我们前几集介绍过的 Wheeljack 或者是 Voyager Class 的那个 Megatron。TFP 不应该是 Robots in Disguise 呢，这个系列的人物呢翻到背后呢都会有很多的空空洞洞哦，也就是所谓的偷胶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但是呢这个音波呢基本上呢即使翻到背面呢也基本上是等于是没有了，几乎没有大的空洞啊、哦、它基本上人物都是填满的啊、哦、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可以证明说这个 Hasbro 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他是有特别特别用心去做的哦。这个音波玩具的各个细节呢算是都很高度的还原到一个动画，首先呢他这个头部来讲呢是跟卡通里头一样，一个黑色的脸部呢它基本上是一个类似于电脑荧幕吧，就是里头呢可以显现出音波想过去所看到的一些情景哦，像那个录放影机一样的把他想要播出来的画面呢展现出来给 Megatron 来看哦。那平常的时候呢好像也会有一个像心电图一样的这个波动在它里面去一个跃动啊，不过这个在这么小的玩具里头呢并没有把这个像心电图一样的这个线给刻画出来，那既然反正不可能会动嘛，那不如就整个保持一个全黑好了、哦、这样还比较像它一个动画里头应该有的样子。那这个头部的涂装呢还有一个蛮让我吃惊的呢，是它头上这个银色的这个 V 型的这个刻画之外呢，它这个中间的额头中央的还有一个紫色的一个涂装哦，算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倒是有留意到，算是相当有加分到的一个地方。那头的一个可动性的话呢，头呢是可以
上下左右看，它是一个球形关节的一个设计啊，算可投的可动性来，可投的可动性算是很好的啊。它甚至可以稍微这样抬上来看哦，那加上这个尖尖的这个像下巴一样的这个部分，这样看上去整个身体的那个机械的层次感真的是相当优美啊。那么呢，手部的部分呢，我个人是喜欢的这个手的话呢是保持一个。在这个关节处呢，我个人喜欢是把它这个关节处是往后面推的，让它的手部呢呈现一个闪电型的一个姿态哦。这个呢有两个用意吧，第一个呢是正面看的时候呢，它的手呢不会再往下加长，因为你把它往上折了，所以手的长度呢感觉可以再稍微缩短一点。第二个呢是我觉得可以增加它整个角色外观的一个尖锐度吧，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这么样一个类似。纸片人的一个，而且是带全身尖锐感的，我喜欢他身上这种尖锐感。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胸口啊，这个呢是已经把激光鸟给装上去的一个样子。那其实呢，这个胸口呢，这样看上去有点像一张人脸哦，有两个眼睛啊什么的。这个眼睛呢，这样看起来让我觉得有点像那个07年的真人电影第一集里头。那个会变形成收音机和手机的那个小狂派吧，就有点像那个角色，名字英文的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就是人车组的那个 Barry Cat，就联盟级 Barry Cat 附带的那个小小的那个机器人，就是那个角色的脸嘛，我觉得有点像啊。或许呢，因为就我所知，那个角色呢，在 G1 吧，还是在。在哪个系列的卡通里头，他也是属于音波的部下吧？不知道玩具公司是不是有想重现那个角色的那个意图在这个设计里面啊？那胸部的层次感当然是非常强烈，很好看哦。这个以一个 Deluxe 的等级的玩具来讲呢，这样子凹凸有致啊的一个设计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哦。那手的话呢，就刚有大约提了一下，就是。比较薄了一点，但是呢，这也是动画里头应该有的一个样子。可动性来讲呢，手部的可动性算是很优秀的啊。附带的关节有二头肌的部位、肘的部位，手这个地方呢可以再往内折一点啊。这个手部的可动性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呢，腰部呢是可以转动，腰呢是可以转，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呢，这个它这个腰部虽然可以转动，但是我个人觉得一旦转动之后，它的这个。样子，我发现他腰转的时候，人的样子不是只有特定几个角度会好看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不太喜欢转他的腰部，我喜欢让他就这样正面的这样面对我们的这个样子。那下半身的话呢，虽然说是科幻来讲，尤其是翻到这个小腿的那一侧来讲呢，他一样也做了很详细的一些刻画啊，包括这个是可以变成飞机的一个起落架这个地方。内侧看起来还是做得很好，基本上偷胶的部分几乎等于是没有啊，这一点是难能可贵了。虽然说它下半身的缺点比较多，就我们一开始有提到的可动性比较差之外呢，站也不容易站得稳。那么呢，其他的部分整个玩具来说呢，细节方面非常非常的高度还原了动画里头的样子，是可以给个很高分数的玩具。刚提到了它的胸口的部分呢，是一个激光鸟。那么呢，它这个激光鸟呢，就是它胸口这个地方呢，是可以把它给拆下来的。那我们先把它的这个拆下来的方式呢，主要的这个卡扣呢是在，先把它拆下来好了。它主要的一个结合呢，就是主要的结合就是依靠这个凸起窝。那这个。像是比较像蝙蝠的东西吧，它其实呢是 laser beak，也就是激光鸟。那据说这个才是它的头部啊，据说这个才是它的头部，所以它的这个翅膀来说呢是尖锐物是要朝前面的。那怎么说，在其实，在动画里头啊，激光鸟亮相的镜头也不算很多，而且呢，大家可能对它印象也知道它是激光的，那对它的整个样子的外观呢，我觉得。能够正确的描述的，我看也是要有相当的难度才能够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子。那总而言之呢，它是一个类似蝙蝠，而且有应该它翅膀算四片吧。那这个地方是可以转动的，除了这个翅膀可以拍动之外呢，它这个翅膀是可以往前面
往前面做最大做到这样子的活动的啊。也就是说呢，它这个，哎呦，这个翅膀的部分呢，可以做活动的范围呢是很大哦。那这个呢，主要是呢，就是要给它做一个可以合在胸口的一个设计。那刚示范过了，就是把这个凸起的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扣进去。那扣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记得这个尖锐的这个角呢是要朝上面的啊。那扣进去之后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发现呢，它的这个激光鸟的这个地方这个凸起呢，跟音波的这个下巴部分这个缺口刚好会一致的。那再把这个翅膀呢往上面推，然后这个翅膀呢沿着它的这个缝啊，就把它放进去就行了。那个造就它一个胸口的一个更加饱满的一个造型哦，非常非常好看。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了，激光鸟呢，通常呢，它呢也可以停在音波的手上啊。音波的手上呢，它这个洞就是可以把激光鸟给放在上面的，就有点，就停在一个手背上，而不是拿在手上的一个造型哦。这个呢算是声波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动作啊，这个是。在电影里头呢，这个激光鸟呢，它的表现呢，基本上就是跟 G1 动画里头的功能也差不多，就是侦察啦，或者是暗杀这样一类的工作。那在 TFP 的卡通里头呢，这个激光鸟呢，一样呢，也有这个功能啊。除此之外呢，它甚至呢，还可以搭配音波呢，做人鸟合一的这种攻击啊，就是在摆平黑寡妇的时候呢，就是又使出了激光鸟跟音波一起对黑寡妇发动攻击的一个场景。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人形的姿态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跟各位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这个音波的变形过程其实不算困难啊。那基本上呢，就是它的两腿呢会成为飞机的头部啊，然后双手呢会成为双翼啊，那身体跟头呢成为飞机的尾部，那大概就是它的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是这样。那这个激光鸟呢，我们就先把它取下了，不管如果你是拿在手上呢，那当然是必须取下。那如果你是把它安在胸口的呢，其实你不取下来，它一样可以变形哦。不过呢，为了做一个示范呢，所以我们就直接先把它给拿下来了。那在变形的时候呢，我习惯会从这个腿部先开始变形啊。首先这个脚尖的部分呢，把它往上面提。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脚尖的这边这个形状呢，跟这里这个形状呢，刚好是像拼图一样的，可以这样拼凑起来的。然后呢，这个后面的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就把它拉直啊，它本来是一个类似弯曲有点像鸡爪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把它整个脚打直。接下来呢，这个部分呢稍微跟各位提一下啊，这里呢后面的这个呢，我所谓的这个小腿后面的这个背包呢，它呢在这里呢有一个挡板哦，它是附在后面这一片的，有一个类似小挡板的东西，它呢是平常在机器人的状态下呢，怕这个背包呢往后面掉，我怕它垂到地上用的吧啊，所以呢，它这个地方有个挡板呢，它呢会挡住这一片。那在这个变形的时候呢，我们稍微这个部分呢，我们这一片呢要稍微往里面压一点，躲过上面那个挡板，从这个挡板的上面滑过去啊，然后再把它放到前面来。那后面的这一片呢，就可以把它给整个呢推到这边。如果从这边看呢，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形状，这一片呢再把它密合，这个看上去非常像一个鸟的这个头吧啊。那另外一边呢，我们就可以用快一点的速度呢将它变形完成了。各位可以看得到哦，这个地方呢稍微的躲过那个挡板， OK， 这个时候呢两腿呢就可以做一个结合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凸起，这里有个卡扣，两边互有卡扣的上面是洞啊，这边也是一样，卡扣的下面是洞，那就互相就有洞了就找洞钻吧啊，缺柱子了就找柱子吧，是吧？然后呢，这边前头也是一样的，它有各个卡扣呢，
自然而然您可以找得到的。将它做一个两腿做一个密合，这样子呢，它的一个飞机的这个头部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就成型了。那因为这个玩具来讲呢，普遍来说，大部分收到的朋友们呢，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它的这个接缝啊，会稍微有点大，这是难免的。我这个也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呢，就这么样子的完成了。接下来呢，手的话呢，我们转到正面来。手的部分呢，是先将这个下臂的部分把它翻折进来，然后呢，这个宛如像拼图一样的将这个翅膀呢做一个这样子的密合啊，做出一个机翼的部分，大概就是一个平面这样子啊，小下臂收进去，然后呢，这个利用这个地方的这些二头肌啦，还有一些肘关节呢，把这个翅膀拼进去。那这个地方呢，各位留意一下了，这里有一个小圆吧，一个小缺口，其实呢就是要跟这个地方这个凸起呢是要把它这样子扣进去的，这样子呢它的这个机翼呢才能够稳稳的把它给扣进去。那接下来呢，手呢这个利用它的这个主要呢，它是这个地方呢把它扣松放下来之后呢，将这个地方有个凸起呢，这里有个地方有个原本在音波大腿侧面的这个洞呢，就把它扣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一样、类似一个像拼图一样的，把这个地方旋转上来之后呢，扣进去。最后呢，只剩下把这个头部给收进去了。这头部收法很简单，就把后面这个尾翼这个地方翻开来，把头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双关节，所以你可能要整个这样抬上来之后呢，再把它翻进去。然后这个喷射的这个尾部这个地方翻出来之后呢，再盖下来。然后做一个密合的动作，这样呢，它的一个变形的过程就算完成了啊。不对，还有一个地方啊，它的这个前头呢是有一个起落架的啊，必须要记得把它从这个地方给抠出来。这样呢，它就是变成了一部动画里头有的一个一般人说的一个无人侦察机的一个姿态了。关于这个音波的交通工具的形态呢，网络上呢有几种关于它是哪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侦察机呢，有不同的看法。那一般来讲，台湾这边比较常见的说法呢，是说它是一部型号叫做环球之鹰的无人侦察机啊。那因为我个人并不是军事武器方面的爱好者或者是专家啊，所以我看了网络上人家po的影片的一些比对之后，我是觉得蛮像的了啊。那到底是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到底是不是那一款呢？我个人就不做评论了啊。但是呢，在动画里头呢，音波的交通工具的姿态出现的时间来讲也是很少，可能都只有几秒钟就一闪而过了啊。那但是这个样子来说呢，根据这个 CG 图的这个比较来讲的话呢，还原度也是算很高的。那本身这个用料来讲呢，这种颜色的用料呢，就算不涂装哦，给我的感觉这个塑胶感还是比较低哦，算是这种质量上本来就用的比较视觉效果本来就不错了。那再加上它有一些细部的紫色的一些点缀的话呢，会让这个飞机的姿态看上去就是会更显得丰富一点。
配合它这个黑色的尾翼啊，还有一些就是中间穿插黑色的部分，这个视觉效果做的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款。那当然底盘的话呢，是底盘的话是不免可以看出它一些我们不要说是机器人部位吧，就是说一般的侦察机里头是不叫不会出现的姿态，不过也还好了，因为一般平常说我们并不会把它放成这个样子。那在这个姿态之下呢，分数我已经给它很高了，这个尾部的这个螺旋这个地方呢，如果再多一点涂装会更好看一点。那在交通工具姿态之下呢，它的这个激光鸟呢，我个人习惯了，我还是我直接先这样子展示好了。我个人是习惯把激光鸟呢收纳，就直接收纳在原本这个音波的胸口。如果你变形之前没有把它拿下来的话呢，直接放在胸口的话是可以直接变形的。我习惯是把就直接收纳在这个下方。那因为呢它的这个有一种另外一种收纳的方式呢，是把它放在上面的这个洞嘛。那我个人是觉得上面这个洞呢，我是觉得放上去比较突兀啦。就是虽然说这个翅膀你可以去做一个调整啊、收纳啊什么的，但是我都觉得呢是，我都觉得是摆在上头是怪了一点。就算你把它反过来呢，就算你把它反过来弄到前面呢，把这个激光鸟的这个翅膀，你就算这样子把它勾住它的这个两翼呢，我还是觉得是有那么一。我还是觉得不如摆在下头吧，这个飞机的这个上半部呢，还是让它流线型一点可能会好一些。不过呢，这个音波呢，我个人是就想说呢，因为音波嘛，它毕竟是一个外Cybertron 来的一个人物啊，我个人会想象说，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玩法可以把它变成不同的交通工具的形态嘛？因为毕竟我们09电影里头的那个玩具呢，标榜它是一个三变嘛。那后来我就想，这个玩具呢，应该也是有它的一个另外一种交通工具的展现方法吧。哦，对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灵感呢？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呢，如果不看这个部位，只看后面呢，它是整个后，这是这个部位，其实蛮像07年真人电影第一集的那个 Megatron 它的一个异形战机的一个形态哦，这样子。然后撞进大厦里头啊，其实看上去还是蛮香的，所以我就想说，它会不会有一个异形战机的一个姿态啊？那后来应该是勉强这样也算吧，跟各位来示范一下。首先这个两个翅膀的部分先把它松开啊，然后呢，像有点像变成机器人一样的呢，把它这个翅膀呢这个推到它的一个应该是变成机器人的时候呢要有的那个步骤。推上来之后呢，这边有一个缝呢，是稍微把它稍微弄出一个角度，弄这样子哦，就是这一边是平的，但是这边呢就有一个角度了啊、哦、那这个呢，这个角度呢，基本上呢，因为这个玩具本身的一个设计的关系哦，所以它这个基本上翻下来之后呢，它是一个算是固定住的啊，它基本上它不太会乱摆，它算是有一个小小的固定的功能的。那前端呢，这个地方呢，利用它原本那个音波这个地方这个双关节呢，把它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这个地方呢，把它往上面折上来，然后下边这个地方呢，把它推上去。那起落架这个地方都是不用动它啊。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类似于外星的一种飞船的那种感觉了。我觉得吧，就是速度感会再加快一点。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将激光鸟给放上去的话，我觉得呢，刚好可以稍微填补一下这边，因为这边高起来了。那这边如果激光鸟这个时候把它摆上去呢，我就觉得呢，稍微会比之前那个样子呢，会稍微好看一些。比之前那个无人侦察机的时候的样子呢，会稍微好看一点吧。我个人是这么样觉得啦。如果这样子，
好像不摆还会好看一点，好，或者是这样子，稍微填补一下它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缺口吧。那如果说呢，还想要更炫、更拉风一点呢，其实这个手呢，还是可以把它直接把它伸上来的哦。这样一来呢，就应该是更有这种外星球的这种飞船吧，就科幻电影里头那种外星飞船的那种感觉，就这么样出来了。我个人呢觉得还相当的满意这个姿态吧，在这个姿态之下呢，我相信呢这个音波呢，它就不只可以在地球上飞行了，它应该可以跟它的那个老大 Megatron 一起这个翱翔于这个星际之间了那这个玩具呢，说实在话了就是目前来讲不愧是一个人气王吧，就是在机器人的表现或者是载具的形态啦、变形的过程什么都遥遥领先过目前其他 RID 系列的玩具哦，包括 Wheel Jack 或者是我之前介绍过那个 RC， 如果跟这个 Stairway 比起来的话呢，那真的是落差是不止那么一点点了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老话，我非常不希望各位呢花，就是这一个原价599的玩具，我真的不觉得各位要花到800-900块钱去买，甚至更高的价位，我觉得那都是不划算的，非常非常的不划算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非常的用力再次用力的推荐如果你在实体店有看到这个玩具的话呢，真的不用怀疑了，不用想太多了，赶快把它纳为您的收藏吧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